巧克力，这是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阿波罗，哇，好可爱！它有桌上布置上，还有爱心，好漂亮哦！爱心在这，好漂亮。后面有做法，我们来做做看吧。我来打开喽。有三只巧克力笔，先把它融化，我们先把它解开。要用热水倒到这个一个小瓶子，这是保温瓶。我现在把巧克力笔放到马克杯里面溶解一下，三只都放哦，好像在游泳。好了，水好像不够多，我们再加多一点。等它融化的时间，我们先把彩色珠珠糖果把它打开，放到这个盘子里。好幸运 ，lucky。自己做自己喜欢的阿波罗。巧克力笔融的差不多了，用剪刀把前面的啾啾剪掉。我加些豆豆，好，能上。很漂亮的颜色哦，我没有按照它。好，挤一些饭的豆，底色好，白色很多。粉红色很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冰箱打开咯，30分钟，过一个小时了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拿出来。我拿咯，我觉得有一点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我现在要把它们全部挤出来，看看有多丑。这个比较漂亮一点，蛮漂亮的。一起出来，蛮漂亮的，还接受得了。完成了，你们看，没有很恐怖啊。我在雅虎奇摩拍卖买的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也可以买来做做看，吃吃看，做做吃吃，好吃吃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